我还感谢神的恩典，很多时候我也觉得很稀奇，为什么几十年来我常常每个礼拜都有精彩的题目与各位分享。如果有世界上有人不欣赏，我自己欣赏。清高虚伪，也可以说虚伪清高，调过来也可以的。清高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名词，凡是道德有底线的人，有一句话他们非常难听的，你自己呢，你要说人家的道德有什么问题，很多时候有道德底线的人最难听的一句话就是，那你自己呢？所以这个要很小心的讲的。清高呢 ，clean cut 是我翻译的，啊 ，clean cut 是我翻译的英文。如果你字典查不到呢，我开始。上了恩典。我现在可以讲这句话，清高虚伪，或者是虚伪清高。再说清高是好行为的意思，非常好行为，没有瑕疵的好行为。宗派信徒都喜欢藏在他们清高行为后面，他们常常用说，你能说他们不是好人吗？不能否认，但是呢，你还要讲好是什么意思？在神的眼中好，还是在人的眼中好？还有人呢，也有不同的等级，杨教授是吧？我们有上流社会的人，中流社会人，下流社会。这下流社会不是说他们的道德不好的意思，是层次的问题，这些我们都要学的，而且要理解的。所以你也要看你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个人是谁。宗派信徒的人常常用，你能说他们不是好人吗？你要看怎么说。我也承认很多宗派的 信徒也是非常好人。如果你说不讲脏话，谁都做得到。少林寺的高僧也可能做得到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所以我能说可能做得到，我不知道。还有呢，他私下暗中在山上面静坐，周围没有人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清高，你也不知道，也没有人知道。确实不脏话，不赌，不毒，不娼，不义，不淫，哎呀，好听顺耳，全世界都喜欢听。我就常常记得，圣经里面有一帮人，马太第七章，他们的行为都是好的，奉耶稣的名传道，全世界都以为是好的。奉耶稣的名传道，也有很多好人这样做。还有奉耶稣的名赶鬼，帮助世界上人从被鬼附着得到释放，绝对是非常好的好事。还有他行神迹医病赶鬼，这是非常好的好事，非常非常好的好事。问题现在圣经里面说什么？耶稣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去下地狱啊！我把圣经的表达原词改了，如果你圣经熟的时候，我是把他说耶稣叫他们去下地狱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人，连我承认也不敢说他们不好。他能够奉耶稣的名传道，能够奉耶稣的名赶鬼，能够奉耶稣的名行许多神迹异能，
圣经是记载的，这是现实。如果圣经没有记载，我也不敢说他们要下地狱。我今天这样说，只是把圣经背给你听，不是我的批判。世界上的人呢，就是说不讲脏话，不赌，不吹，不饮，不淫，然后像爱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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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好听 ，OK。但是世界上的人要小心。如果你要讲清高，我有一件事情，一辈子还找不到人能够跟我比的，就是一辈子不迟到，吓死人了，这一点一点点就够了，一辈子不迟到。世界上的人呢，就是在这一点都给我吓跑了，上了恩典，啊，不要给我比清高 ，OK。在网上面有很多人喜欢听，头脑清醒，想清楚哈。有很多不信耶稣的人说信教人都是迷信，这是现实，我也看见信教人都是迷信，没有逻辑思想的，他们思想没有条理的，都是混乱的，模模糊糊的，有很多时候把圣经的真理相反来理解，你告诉他，他也不会明白，没有办法明白。所以圣经有一般人生出来就好像野兽，等着被宰杀。圣经是有这些话，非常难听。我只是讲圣经的道，肉身所有都完美健康，有很多，我一辈子都奇怪。那些坏蛋年轻人早上三点钟就起来，到处是画花人家的墙壁，他们都非常健康，因为他三点就起来活动啊，到处乱跑，他会爬很高的地方，马路高的速公路旁边他是给倒下去在那里画 OK 非常健康。我就奇怪为什么，所以有时候我望天，肉身凡是健康完美，只有一个地方坏掉，就是心脏。那你学这个字呢 ？DK 这个吸毒 K 啊 ，DK 心脏坏掉，我看见有很多世界上很多人心脏坏掉。肉身的医师告诉我，心脏健康重最重要。如果心脏健康完美，其他部位内脏都可以医。心脏一坏掉呢，你没有办法。在救魂这方面，传天下听清楚，教会名字是心脏。教会名字错乱了，其他部位都没有办法。还有洗礼，你受洗的洗礼不合乎圣经，你一辈子两千年的信仰清高的行为完全虚伪浪费，这是现实，全天下没有能够变的。感谢神的恩典，我讲了六十年，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变，因为这是现实。主日聚会心脏，刚才李弟兄祷告时也有了，不可停止聚会，这是心脏的题目。若你的心脏错了坏了，其他都没有用。我突然间想到有个用处，什么用处你知道吗？捐出他的肉体，他的内脏，他的手，他的眼给人家用，这个叫做废物利用，非常难听，但是现实。因为他只有心脏坏掉，他的肺很健康，他眼睛很健康，还是 20/20 就可以拿来利用，他可以这样用法，你可以这样给我变，
但是这个人本身不能生存，样样都照圣经，只有名字不对。洗礼主日聚会不照圣经，这就清高虚伪，因为传天下没有这回事。圣恩典，我这头脑清醒。杨教授，感谢圣恩典，我们一起休息哦。我这个头脑清醒，上帝恩典。他们就是，我们只是教会，样样都照圣经。我们只是教会名字，圣经没有。我们洗礼跟圣经有一点不相同，因为我们很多理由啊。还有我们聚会也没有完全照圣经，因为好多理由。OK， 这些都是清高虚伪。就算你真是这样，但是我知道，全天下没有一个教会，如果他名字不是基督教会，他里面的敬拜，礼拜天的敬拜，样样照圣经。传天下，查不查到？你查到一个教会，名字不是基督教会，它里面的聚会，礼拜天的聚会完全跟我们一样，你找不到。我说你找不到，希望你找到，证明我错，我是最高兴的。看见了，李弟兄，很多时候我就说，你能证明我错是很高兴，因为他照圣经，那不是好事吗？ OK， 这是现实的问题。就算你所有的行为都清高，都 number one， 没有瑕疵，你所有的努力都是虚伪浪费，非常不好听，但是这是现实。感谢神，我发现这些上帝恩典，我头脑还清醒，我现在还可以开十个小时的车，没有人相信我。OK， 不过这个我不能实现给你看。OK， 我这个头脑我可以开十个小时的车。OK， 感谢神的恩典，我发现这些教会名字圣经没有。这个教会许多内容，明白意思吗？明白吗，洪弟兄？他教会里面的内容有许多不照圣经，传天下有本事证明我错，悠悠啊，厉害哦！我说传天下，我给他1500年。够不够？1500年我看不见了，你可以胡说。我还教他呢，看见吗？1500年我没看见，所以你胡说我都不知道了。他们也不敢。感谢神恩典，传道要到这个地步才行。这个教会的名字，圣经没有，它里面的内容许多没有照圣经。这是现实，传天下没有人跑得了。我最近才能告诉我太太，上帝的恩典在这个时代出了一个陈佑汉，从香港来的，上帝最少有一个陈佑汉，希望你们一起来要得到勉励啊。你知道我 刚才看着叫那个年轻人在搞什么吗？礼拜五政府来这里检查，他提醒我一样东西，40年前我们开始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做了，上面那里钻一个洞，把我们进来以后，这外面那个铁门下来那里要锁，
以前我们有锁，后来好久没有事情发生，所以我都忘记了。他礼拜五来的时候，这个新的，那个旧的已经退休了，他非常仔细。他进来的时候，安安静静，叫我坐在那里，你不要动，他自己倒出来这里检查。检查到这里以后，他就叫我来。啊，你看这里你没有锁 ，OK？ 上的恩典，他没有给我告票，所以他突然间，我都今天早上忘记了。上的恩典，这个 David 啊，他够高，我不够高，我们这里只有他够高。晚上回来的时候，我告诉他，他负责 ，OK？ 记得啊，晚上也够高。我要用凳子 ，OK， 那里要守上去，要守律法 ，OK， 这是美国式的管理 ，OK， 我没有发现传天下教会名字不是基督教会，它里面的内容我讲一样。礼拜天敬拜神也都照圣经，我一样他们就过不了了。上个恩典，我是数学老师，十几二十个数目字有一个错就不行了，对不对啊？你看大有十八个的位置中间有一个错的，你就不行了，太多了。你教会的名字圣经没有，里面的内容没有一个照圣经。宗派信教是被盗犯了罪，定自己的罪。全世界还有人，我是什么宗教，我是什么宗教。连美国的法庭也这样问，你们基督教是哪个宗教，非常无知无道。他讲世界上的人呢，迷糊到这个地步，宗教都是迷信骗人。我讲过那一篇道，你们记得吗？好多人看我 ，OK？ 宗教就是迷信骗人，就在这里。他们都是胡闹的。圣经里面说，宗派信徒，宗派是被盗犯了罪，他还是我是某个宗派，那不是胡闹吗？他真是在神面前，哎，神啊，你说这个宗派要下地狱吗？我下给你看，有这样的人吗 ？OK， 如果你有，那很可怜。OK， 教训不是出于刚才朱弟兄读出来了。如果他的教训跟圣经不相同，你不要参与。如果你参与，你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圣经说的，死罪万寿的，这是最要紧。为什么？因为整本圣经，耶稣有十个门徒，最有爱心的那个是什么？施洗约翰。最有爱心的约翰使徒写这句话，所以不要给我搞爱心，明白？我头脑清醒，是最有爱心的人写的。OK， 约翰二书，使徒约翰写的，他是所有信徒里面最有爱心那个。信教不在基督教会里面，是属于撒旦，我不敢说是耶稣说的。如果你信耶稣，但是不在基督教会里面，你是撒旦。是耶稣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我把经文放在这里给你们自己看。啊，传天下自己应该看，写在那两千年，没有人发现吗？整个欧洲1500年不能发现吗？他们115个圣经专家，从好的宗派来，苦干10年，不能发现。我陈约翰凭什么？一本书。两本圣经，
不怕火兽，传天下不怕火兽。OK， 信教信耶稣，但不在基督教会里面，你属撒旦。就算你能奉耶稣的名传道、赶鬼、行神迹，耶稣叫他们去地狱。奉主的名传道、赶鬼、行神迹，都是清高好行为，耶稣叫他们去下地狱。但圣经记载不是我说的。人若要讲信耶稣清高好行为，任何人传天下要讲清高好行为，要先叫他受洗教罪得赦免。如果你不受洗教罪得赦免，你一辈子的清高，甚至你好像 Bill Gates 赚这么多钱完全捐出来，你的清高好行为浪费虚伪，非常不好听的话，但是这是现实。叫他先成为基督教会的人，你要参加基督教会的活动。如果你不在基督教会里面，你一辈子丧事。昨天这里不是有人发起来清洁这个地区吗？你们知道吗？昨天这里很兴旺，很热闹，有一班很大班人到处捡垃圾在这里。OK， 非常好行为。但是呢，他不在基督的教会里面，你这些好行为是好，浪费虚伪。叫他先参加基督教会礼拜天的敬拜。如果你不参加，我刚才也讲了，你不在基督教会里面敬拜神，你的敬拜没有叫圣洁，浪费虚伪，而且是犯罪作恶。我这些都是圣经里面来的真理，是现实的问题。不然所有清高好行为都是，如果他们不在基督的教会里面，他们洗礼没有照圣经，他们名字圣经里面查不到，所有清高行为虚伪浪费。为什么是虚伪呢？因为他骗人，骗自己，以为自己很好。洗礼必须先更正，这是纠正，这是使徒行传那里说的。亚波罗是个非常有学问的，有口才能讲圣经。讲到口才啊，我是一个非常没有口才的人，因为我从小就坐在旁边，坐在一个角落，不敢出声，不讲话的。我不晓得，我现在也不会讲话的，我坐在旁边。你叫我读圣经，我就会 几句给你谈。OK， 亚伯非常有学问，我告诉你，我也只是半桶水。OK， 有口才能讲解圣经，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，心里火热都好，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解教训的，只是一个不好。他在耶稣的时代传约翰的洗礼，只是这一点不好。传天下听清楚，上帝这样计较吗？他这么爱心，他这么热心，这一点就过不去吗？我会讲妈妈，这一点我会讲，只有这一点嘛，你就抓着我这一点，哎呀，气死我了。 OK，不讲我好的，就讲我啦，讲我会讲道，讲我热心，这个讲我喜悦也不是不对嘛，只是过时嘛。OK， 不对就不对，就是一个他在去会堂里放胆讲道，他不知错，所以放胆讲道。所以就我现在好像很放胆讲道。OK， 因为我不知有什么错。OK， 圣经里面都是圣经里面的。亚居拉、百居拉借他来给他讲解更加详细。那教会的人，教会里面的信徒，胆敢叫这个这么棒的传道人，喂，你搞错一点，
你也可以看见这个传道人非常谦虚谦卑，明白为什么？现在有多少人传道人能够有这样的谦卑？ OK， 他一样的都棒，口才学问圣经真理，就只是这个洗礼不对。下面有两个使徒保罗的好朋友，使徒保罗的好朋友听见他这样，非常爱他，非常可信，所以请他来，请他到家里吃饭，然后给他讲解更加详细。他讲，给他讲解更加详细。如果你要讲地位，讲到面子，非常没有面子。但是他非常谦虚，立刻更正，立刻归正，是他立刻认错悔改。我样样都好，就错了这一点。因为施洗约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是耶稣的时代了，我要传耶稣的洗礼，不能要再传以前的洗礼。你们女士们呢，最喜欢这个，你老公想要讨多一个老婆，你要记得你不在清朝啊，现在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现在国家的律法是一夫什么三五六七十个妻啊，我是胡说了 ，OK， 因为时代已经过去了嘛，现在不行了 ，OK， 给他讲了详细，然后他想要，那这里没有说他悔改，他受了刑，但是从这里你就知道 ，OK， 所以你也需要有这一种的理解。他想要往亚该亚去，亚该亚所谓现在是亚细亚 ，OK，A 西亚，弟兄们就勉励他，写信请门徒接待他，到了那里多帮助蒙恩信主的人。看见这一句，你就知道他悔改了。他不悔改的话呢，他们是写信什么？小心这个仁兄，他讲错一个道，明白？他们介绍他，接纳他。而且帮助教会那边的人，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。现在传天下有一些异端邪术才能用这个，在我们这里，在我面前，他们都要用这个，我们不要变。当然他不敢变，他知道不够我变，在其他地方他就变，是现在可能是这样的 ，OK， 好像以前呢，现在少了。以前这里啊，有一帮人，罗马普世教的人呢、啊，常喜欢说：“你要选择哪一种教会去信耶稣呢？”他说：“你要选那些最普遍的，到处都要有教堂的教会里面去信耶稣。”你知道为什么他这样讲吗？因为在这个地区啊，你一两条街就有个天主教堂，他讲。明白，到处都有天主教堂，所以他就说，你要信耶稣，你要信宗教，要找那些到处都有教堂的去信。到处有教堂就是他们嘛。有一天他碰到我，他运气不好，那天碰到我，我说我要请你坐飞机，我出机票到 Abilene Texas 那边去 ，Abilene Texas。那里一个天主教会堂都没有，基督教会、基督教会、基督教会、基督教会。所以我们里面啊，我们不需要传道，我出钱飞他到那边去，叫他信耶稣再回来，明白吗？你们都理解吗？我以前读书的地方，基督教会、基督教会、基督教会，你找不到一个。天主教会没有地方，所以到那些地方呢，没有人信天主教，明白？这种道理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样。这个话我会讲 ，OK？ 你要耍花样，千万不要到陈玉安面前，也不要给我听见，因为你搞不定的。我就先告诉他们了嘛，好像。我是光明正大，先告诉你，
亚波罗在哥林多时候，保罗来到这地了，他传错到的地方，问他们说：“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没有，也没听见。”保罗说：“这样你受的是什么洗？”他们说：“约翰的洗。”看保罗怎么说啊？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，告诉百姓当信耶稣，就是在他以后要来的。那我把它调过来读，容易明白。他叫当信耶稣，然后当信耶稣什么意思呢？他们听见这当信耶稣，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，传天下，明白吗？受洗跟信耶稣一件事情，你不能明白，所以你只能信宗教咯，因为你糊涂嘛，啊，你只能够迷嘛，你迷才能信 ，OK？ 这个我会啊，所以他们叫做迷信。那你信教，你要迷，然后信教，你这个不会懂嘛 ？OK？ 他们听见信耶稣，就奉耶稣的名受洗，听见没有？信耶稣跟受洗一件事情，不在基督教里面敬拜神，所有都是虚伪。耶稣说，他们把人的教训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耶稣说的，圣经查不到的东西。今天我们为什么只是这样敬拜神呢？有祷告，有守圣餐，有唱歌，有讲道，这是根据哪里呢？圣经里面都有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。这是刚才李弟兄祷告时用的。知道那日子更近了，也更真如此。因为我们都是真道以后，不参加主日聚会是一种故意犯罪。我们传道已经这样想了，你礼拜天好像前一阵子早上来的时候，平常有一班人，哇，那个餐馆好厉害哦，他十五个座位的车都坐满了，来我门口那里等，那个车迟到，在我们门口那里等，所以我跟他们谈起来，在松本那边呢，他们餐馆非常好生意哦，赚好多钱哦，一个餐最少50块钱，那边 OK。 他们说我们有空也可以来信耶稣，我说那要等你退休咯。他说为什么？礼拜天你要参加聚会嘛，你礼拜天最好赚了。 OK， 总而言之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。人若干犯摩西的律法，旧约的两三个见证人也要不得连续而死。何况人见到神的儿子，把他神圣的血当作平常，释放心恩施恩的圣灵，受更重的刑罚。因为我们知道，谁说先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是神说的。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落在永生神的手中，真是可怕。所以你不要常常以为神是慈爱慈爱慈爱，你乖乖的非常慈爱，你不乖的非常不慈爱，明白意思吗？在神面前两边都是非常。所以我们教导小孩子的时候要选啊，没有了，感谢神恩典，要记得你要信耶稣，要在基督的教会里，你的洗礼必须依照圣经，你礼拜天必须要能够敬拜神。如果你这几样不能做，前面不要信。若你不能在基督教会里，你的信耶稣会叫你犯更多的罪。愿神赐福保守。